知唔知点解我会接受你 View TV 嘅访问？唔闻其详。人事关系、人物关系。因为今次成个 production team 系我好耐嘅朋友。如果唔系佢叫我，我系唔会接受你访问嘅。即系一个新嘅电视台出现咗，希望大家支持啦、睇啦。咁一定有啲唔同嘅新嘢出现嘅。你每日都睇旧嘅嘢噶嘛，系咪先？澄清声明，即系每个电视台都有个好嘅地方嘅，系咪？咁当然你可以剪，可以唔剪啦，系咪先？多啲选择啦，大家想要观众。唔剪就有信心噶啦。罗佩琪，黎明三十周年演唱会即将举行啦。4D 演唱会，听闻将邓美玉仲会有戏味，大家应该好期待。黎明演唱会未有得睇住，不过睇 Leon 嘅 Facebook 咧，应该会好开心啊，因为咧每次 Leon 咧 upload 嘅内容咧，都会成为大家嘅热话。都系讲金句啊，讲翻佢啲金句，开啲活动同啲 fans 倾下偈咁咯。繼續鋪多啲佢改圖嗰啲圖咯。Leon，點解你唔回應我嘅 comment 嘅？佢喺個街頭度食飯咯，影片都有睇。我喺收音嗰度唔係幾清楚，其實我都唔係聽到佢 rap 到啲乜嘢。但係除咗係後面嗰個位聽到，再前面係聽唔到。如果係多啲講佢自己切身啲嘅嘢啦，咁我諗會大家有興趣多啲嘅。黎老闆，你識唔識用曬 Facebook 嘅功能啊？Leon不时在 Facebook 分享生活片段，网民就觉得 Leon 升晒上神台噶啦，依然咁玩得，雪地玩狗。洛杉矶街边医土，喂，机要一时间吗？咩啊？酒店冇，冇关门牌，跟住先去四廿步。快走嘛，四点都出嘛，看我成果啊！再化身横店 rapper 讲呃 like 文化。连太阳的后裔宋慧乔 BB 都俾面惊喜现身，仲有咩难到 Leon 呢？一定要睇啊！就系太阳的后裔，好好睇，好感动，抹眼泪。从来冇谂过 Facebook 喺度活动嘅。我就觉得我已经是最后尾一个玩 Facebook 的人，再不玩就入埋棺材的了，即是勾到不要再勾，但是 Facebook 只不过是去呈现我自己觉得有些东西可以分享给人看的东西，分享给人咯。如果你都不分享的话，那迟些没得分享了。那我都是出于这样的心态，没什么其他因素的。所以我 Facebook 里面通常都是譬如电影公司他说什么 post 要摆，我那不如摆回公司的 Facebook 啦。即是我这个 Facebook 我就不会摆这样东西里面。即除非真正一啲特別有專制性嘅嘢啦 ，OK 就唔簡單。同埋我做 Facebook 嘅嘢，我都唔係為咗回應人哋。都係自己嘅。你中意睇咪睇，你唔中意睇咪唔睇咯，係咁簡單嘅啫。我哋咧啲嘅網民啦，其實都有啲問題咧，想問一下 Leon 嘅。咁不如我哋睇 Leon 你有冇興趣啊？你知啦 ，Leon 咧，你 EQ 咁高啦，而家咧仲有冇啲咩事咧会令到你嬲嬲猪嘅咧？唔关 EQ 高唔高唔高事嘅，你有啲唔开心嘅就自然会唔开心噶啦。系啊，唔开心如果唔太影响你人嚟噶嘛，咁有时唔开心嘅时候，咁你冇 camera 你都会讲粗口啊，都会发下脾气，好正常嘅事嚟噶。你睇点按个定义啫嘛，你知道我讲粗口即系证明你都识啦，咁点解你会识咧？系咪先？咁点解人嘅定义将粗口定为一个粗口咧？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粗俗嘛，咁但系呢个粗俗嘅词语里边，有时可以等于人嘅粪便都可以用嚟施肥啫。
你睇用喺邊度啫。但係有啲情況裏邊，你真係譬如好離譜嘅情況，你真係可能要加兩個粗口落去先認到嗰件事嘅嚴重性。咁但係呢啲通常 internal 有啦，對媒介觀眾面前，咁我哋只係 follow 呢個社會嘅秩序，唔好講咪算咯。Okay. 但我都識粗口噶嘛，肯定識。好，你阿 Leon 咧，其實咧，你係我哋 fans 覺得好幽默嘅，有冇考慮咧去拍喜劇？都唔會回應。好，咁問啲勁啲嘅，好唔好 ？OK。啊，咁你講過咧，拍拖就好似撞鬼咁，咁你而家冇撞鬼啊？冇撞鬼，唔係我講唔係撞鬼，啲人有時你緣分啊嘛，即係有時調翻轉咩叫撞鬼啫？人生裏面可能千分之一機會都冇機會見到鬼，可能幻覺嚟嘅。OK， 咁不如話你人生裏面真係可以遇到自己真正所愛嘅人，嗰、那個可能萬分之一機會。嗯，咁我只係用呢個説話去形容咗，但你唔明白內裏嘅意思，你只係覺得個表層係咁，可能我講得誇張咗。嗯，係咪先？即係譬如以前香港叫午夜場，午夜場即係叫咩？子夜場。咁你知唔知而家內地咩叫幽靈場？幽靈場即意思凌晨兩三點都冇人買飛，居然爆曬，即係啲人我哋買票房買到爆，即係大家形容詞不斷會去進化嘅，因為人對理解能力唔同咗啊嘛，係咁解啫。多重身份嘅 Leon 開始做老闆，同林建岳合資唱片公司 A Music， 公司主要由 Leon 同好拍檔呂仲德管理。十年之間，佢對做老闆有咩心得？你自己咧，而家系老板啦，仲要都系自导自演啦。唔系，我要强化一样嘢就系咩叫老板咧？嗯，好多人真系创业，我呢啲叫做老板，其实只不过小圈子一班志同道合，仲相信有梦嘅，我哋一齐工作，一齐去分享创意，亦都唔系一个人话晒事。咁变咗你话我系一个老板，咁其实你年纪大咗，咁再俾多个尊重你嘅名字，咪叫做老板咯。是咪？咁但你行出 market 裏面，其實你係咩啫？乜都唔係，你只係一個娛樂圈嘅工作者。啱啱當你見到商場上嘅真正嘅老闆，咁你係咩呢？咁佢哋眼中你係咩老闆呢？黎明，我揾咁多錢嘅喎，你唔好同我相提並論好喎。火舞艷陽 Eon Out 黎明 Fall in Love， 如果你哋 Leon 嘅歌迷，一定會集齊曬佢嘅唱片。不過近年你哋應該會收錄埋 Leon 嘅金句啊。嗱 ，Leon 句句咧都係金中金，咁多嘅金句，你哋又最中意邊句？我最中意依句坎坷過後有艇搭，核心嘅外圍即係核心嘅內圍，即係點啊 ？Leon 啊，究竟空肚食早餐會肚痛定點㗎？我唔會飲杯熱水先，我一食就食早餐㗎啦。左手又是肉，手背又是肉，咁咪成身都是肉先。大家就揀咗 Leon 嘅金句啦。不過 Leon 話其實咧被稱為金句王係有原因嘅。唔係話金句，即其實你喺成長環境啦。成長環境就係我本身我北京出世。北京出世裏面一個胡同或者一個四合院裏面大嘅四合院四進院裏面可能住三十户人家。咁嗰時只係每家每户都可以只係生一個小朋友。咁我哋班小朋友喺呢個環境長大嘅時候，大家都會傾偈。其實大家傾嘅內容同埋講嘢嘅形容詞差唔多嘅啫。只不過我自己命運驅使到我嚟咗香港，變咗香港居民。咁有時我講嘢由我細嗰時長大嘅環境，令到我將佢由國語普通話 translate 咗過嚟廣東話去表達出嚟。你明白我講咩？咁其實。冇乜太多特別嘢，但只不過習慣咗喺有啲形容詞喺個句子裏面你可以諗到。嗯，不如咁講。但係如果你覺得我講金句嘅話，但係你哋犀利咯，即係香港犀利咯。咁你連金句，連內地人都覺得呢個金句咯。嗯。咁但係其實呢個只係一個普通話轉咗做廣東話嘅版本啫嘛。其實冇乜特別嘅啫，我啲嘢講啲嘢好正常嘅啫。係，咁又係 Leon 你嘅演繹啦。你覺得而家香港咧，對你嚟講係咪你會點樣去形容咧？而家嘅香港係一個轉化階段咯，即係你好多時候嘅市場自動轉型啊，自動改變。即係譬如你哋嘅電視台出現，係咪冇 TVB 出現？點解 TVB 又有埋你呢？因為時代轉變咗，係嘛？點解同 Pinky 你時代轉變啊嘛？
当一个时代转变的时候，你不可以说这个时代不好。我们虽然用我们的经历去预知八十年后会怎样怎样怎样，但事实可能会再蜕变再变，所以我们没办法阻止时代变，没可能阻止人怎做的，只能按部做班，在自己的范围里面去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即譬如你说我在横店 rap 那条片，我为什么会突然间心里来时有个这样的感觉呢？因为我对文字的感觉是这样看的，即香港人，你喜不喜欢？你喜不喜欢这个摄影师？这么简单而已。如果我问你，你 like 不 like 他先？这个说话已经多余，有个多余意思在这里了。你是不是真的不，你是不是真的不 like 先？即已经开始有些是有些 pushy 同埋压力的感觉的，那个 like 字，同埋不是那么斯文，比较粗犷少少或者粗鲁少少，你究竟 like 不 like？你明白咩？即係個意思，因為唔係你嘅語言，你用呢個説話點解？所以我對呢樣嘢，我會有我自己唔同嘅反應。咁唔同反應喺自然嘅情況裏邊，咪講出嚟咯。OK， 係咯，就係自然啦。咁但係頭先呢樣咧就話，誒轉變啊嘛。咁啊，今次咧就接受我哋 View TV 嘅訪問啦。呢樣會唔會都可以有幾句説話？知唔知點解我會接受你 View TV 嘅訪問？名聞其詳。你想聽真定聽假？呢樣又好真嘅，我好真嘅人事關係、人物關係。因為今次成個 production team 係我好耐嘅朋友。如果唔係佢叫我，我係唔會接受你訪問嘅。你明唔明講咩？我講真，好榮幸啊！我講真嘅，係啊，我講真嘅，因為我根本即係有時點解成日都話人有時人係唔係跟公司行，係跟人物關係。點解人物關係咁緊要？你有好人物關係嘅脈絡，個人去咗邊，你咪跟個人行咯。你唔會跟個人留喺公司噶嘛？所以我哋真的很愛 Eon， 係冇愛係 OK 嘅。總之大家即係一個新嘅電視台出現咗，希望大家支持啦、睇啦，咁一定有啲唔同嘅新嘢出現嘅。你每日都睇舊嘅嘢噶嘛，係咪先？係啦，咁另外仲有問下 Eon， 我唔係話 TVB 唔好啊，即係唔係經過呢個頻道，我哋要澄清聲明，即係每個電視台都有個好嘅地方嘅，係咪？咁當然你可以剪，可以唔剪啦，係咪先？多啲選擇啦，大家最緊要觀眾。唔剪就有信心噶啦。果然是真 Eon， 下一班回来 Eon 就会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会在我身后面这个中环海滨开他的 4D 演唱会。Eon 今次演唱会跳出一般做 show 场地得四面墙的框框，在中环海滨长廊设一个大型场馆，到底和红馆有什么分别，又怎么玩法？如果你的世界得分温啲嘅话，你话几老人呢？如果由粗啲变做 3D， 应该好玩好多喎。灿烂未尽，却要继续追。多少个梦已累，多少次再失去，是你伴我渡过了最空虚。愿你今夜别离去，在我依稀的恋爱里。我主要想的原因是因为我相信香港的音乐，我是一个参与香港音乐的其中一个成长的90年代歌手。有些我知道在香港音乐里面有些广东字的发音啊，还有生活环境的习惯啊，在歌曲里面如果你要变快歌好多时候呢，很难完全是适合到我们的市场。即意思是怎么说呢，很难做到那种味道，在 Mask 的快歌味道里面。变成当你要做的时候，你都知道在香港，譬如我们香港人跳舞，为什么韩国会跳舞跳得好过我们那么多呢？因为人小过两三岁电视就已经跳了嘛，他接受的就是美国嘛。英国不是跳舞不叻，都叻，但个文化是不同的，那个锁紧和放松的角度不同。
咁變咗，如果我要做快鍋嘅時候，我哋死跳可能個效果唔夠好，所以加入一啲特技嘅效果同埋一啲視覺嘅嘢，可以喺個過程裏面可能我覺得會順暢啲啦。嗯，整個快鍋，因為我整快鍋嘅時候，我都有一個特定嘅畫面噶嘛。咁本身我自己出道嘅時候，又讀訓練班，又讀幕後，咁時將學翻嚟嘅，世界各地見到唔同嘅嘢，自己有機會去發揮得出嚟嘅時候，咪用 MTV 去分享咯。咁我覺得咁 so far 又唔會太差，但係起碼都 OK 嘅。因為紅館申請紅館演唱會嘅期咧，你譬如2016年3月份申請，我又等到2017年3月份先知得唔得嘅，即係一年時間。係要嚟。咁變咗嚟講，今次。我做緊其他嘢嘅時候，公司同事佢哋都會開會噶嘛。咁開頭佢哋話喺新海濱開啦，我話新海濱喺邊度嚟㗎？咁後屘佢話摩天輪隔離，哦，咁我知啦。咁同埋知道摩天輪嘅場地裏面喺2017年之後就可能歸還翻俾政府啦。到時起咩康樂設施唔知㗎。咁變咗咁我點開呢？户外啊？咁佢話唔係，佢諗住攞個 dom 翻嚟，可以坐5000到6000人。咁但係後屘政府喺嗰度曾經批過嘅，只可以成為1000人。咁變咗，而家申請嘅時候，喺政府嘅安全即係屋宇署嗰啲會面對問題啊嘛。咁逐樣問題解決咯。咁後屘我都 OK， 大家試一下啦。咁就揾到個方法就話，因為喺外國好多時候佢哋 3D mapping 即係一啲唔需要戴3D 眼鏡嘅。咁個場數就啱啱喺500到1000呢個 range 裏邊就最好。咁所以我哋將個演唱會變咗四階咯，即係四個唔同嘅松咯。咁呢個紅館。是 center stage， 我哋今次得一個 center stage， 但當四階嘅時候喺四個箱裏面，而中間有幕，但可以透視到人有 visual 嘅，兩邊咁樣伸延係左右嘅，咁變咗咪300度咯。OK， 咁但係你喺譬如我哋點樣分 L E O N 四個鐘咧？因為 L 個鐘係見唔到 E O 噶嘛，大家都見唔到對方。咁其實喺視覺上面其實喺視覺上面係冇嘢阻住你嘅，因為紅館你唔可以喺兩邊搏咗兩邊觀眾噶嘛。今次唔會係 live band 嘅，係全部所有音樂重新點解有雷仲德、有伍樂城、有 CYCON， 原因有好多唔同年代歌由佢哋唔同人做出嚟嘅，一定由佢分拆咗之後重新係你聽慣嘅嘢，重新又做一次 live 嘅嘢，咁我先可以分到一個5.1嘅一個立體聲。因為有 surround sound， 跟住有啲嘢唔同，要加埋啲特別效果，加埋啲配合預先做好嘅視覺效果，咁變咗嚟講，其實你睇嘅嘢係好多嘢咯。Leon配合演唱會 remix 經典金曲，俾大家先聽為快。望不清眼前是否你真的罪人，後懷迎接填滿我早碎了空的心，將千載愛情在此刻終於降臨，仍然你仍憂鬱，那樣沉默。生的爱如今在化身，浪漫夜深只等你的火吻，你眼眸里流露着孤独强忍，含热泪但求被怜悯，让爱渐迷惑，我似对你一直觅寻，像传闻陌生，旷热情感不知有没前因，或已醉了默问是谁让灵魂动心，抛开半生的世俗黎明的经典作品陪伴大家30年，一直以来的创作力量和幻想都走在最尖端。由1990年推出首张大碟至今，加上当年一系列 hit 爆的电讯广告，每首歌都成为90年代乐坛经典。Leon出道以来获奖无数，夺得多个男歌手金奖，直至1999年宣布退出竞逐奖项。唔攞奖唔代表休养生息，要赢人先要赢自己啊！继续发掘更加多可能性，演而优质到凡事都表现自己最好嗰一面。Leon 入行30年，经验丰富，一路唔只系揸住做好自己唔好理人嘅宗旨，仲抱住啲咩人生态度？咁多年里面，你自己觉得我有好多畏惧嘅时候，系你睇唔到啫。你继续讲。系啊，
性格有啲咩改變巨怕？冇咩巨怕，一定有巨怕。巨怕你就係要做嘢嘅時候，你自己有幾多份合約喺身，你唔可以 keep 住呢個有身體有受傷，你要保存下一個人揾你做嘢嘅時候，你嘅身體完整，冇受傷，冇影響進度，係咪先會係有呢樣嘢發生？咁其實你話三十週年嘅原因亦都係無獨有偶啦，係咪？因為有一個贊助商，佢130周年啊嘛。是不是我很清楚行規，所以我沒有將名字說出來。那你變成30 OK， 那今次的特別就是他要贊助的時候，我們希望他有一份心意的禮物送給現場觀眾，他覺得這個都是合理的，因為難得大家撞到30 30，不過當然歷史這個遊客很多，那變成就拿30來說咯。是不是如果你問心來說，你做女仔，我想不想說你50歲生日你有什麼慶祝呢？都 OK， 都是 keep 到，如果你 keep 到是不是先？所以我冇問題的，但你話真實啊嘛，咁啲 definitely 是真實的，咁冇乜問題噶。人哋總有一日會老，總有一日會會做啲唔同嘅嘢。咁但係個地球係容許你有呢個空間，企喺地球上面噶嘛。或者將來一日坐輪椅喺輪地球裏邊噶嘛。係咪？咁我覺得好正常啫。所以你話，我有我自己相信的东西，就算你说有几多人喜欢我支持我，其实每个人都心中有数的。我们自量不要大胆，不要太过强求，自己能力做到的东西就用尽全力，不要伤害到自己身体，搏命去做好它就行了。当知道要访问伊昂的时候，觉得非常大的挑战。不过挑战确实是会产生乐趣。学伊昂话斋，他的说话没有分金句定银句，因为每一句说话都是出自他的真心。多谢伊昂有这么真诚的访问。 Thank you。 Hi， 伊昂，你好。你好，我是 Pinky。 Pinky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两部机是不是 OK？ 我望你得了，是不是？是。OK，可唔可以靜啲啊？你出邊，我哋錄緊音文，唔該。Thank you， 謝曬你啦。謝曬我。哇！可以上。係。好嘅，你，係咪個小紳士？哇！你手長，呢度咧，你幫我 off 個單燈好嘛？好，求你依家啦。好吧 ，OK， 好吧。好吧 ，OK， 冇錯。嗱，呢啲咪呢樣咯。OK， 有啲好熱身嘅。你整多少？我哋會唔會靚啲啊？係啦。OK。所以請繼續留意 ViuTV， 你就知道呢個台究竟啱唔啱你睇。